这里要通嘉兴黑，他们就不通就是啊。这里出啊很多很多处，这里汽车开了个汽车，要是价钱一下来死掉了，好像两个人，两个人，人都希望通，不通再不晓得干嘛，也不是风景，应该是肯定是有问题的。 按照规划来这个来建的这么一个项目，认为它太过超前了啊。我们觉得这个桥呢，当时我觉得政府的应该是这个决策呢，我觉得还是蛮正确的。一个就当时我们建这座桥，当时的时候是抢在这个铁路建起之前，把它这个事情建掉。第二个就是造的早，就是成本实际上是控制的会更好。我们现在这个很多项目，我们某些道路现在。 连增迁在这个建设的成本可能都要超过，两一个亿公里。大营后来是我们省里面搞那个特色小镇，大营是吧？它是浙江的，是第一批的特色小镇。它特色小镇，它对它的规划，它有一个同步的一个模块，一个调整。因为这条路我要是跟 它的那个道路要进行，不是我现在一条路过去就完了。中西向的路它连起来，所以这些的它不定，就是县里面现在也很难说。就是，当时定的时候呢，也没想到这么长时间啊。后面呢，因为大营镇这规划这条，这块的发展方向可能不一样。一个造成了时间上可能拖的时间长。那我们今年年终的时候就已经在规划这条，规划打通这条路项目，一共里堆1.2公里。那么后期规划呢，接那个嘉兴的沪云到宜兴的这条公路，我们发改立项呢也已经完成了。那么现阶段呢，我们已经在进行那个工科，初步设计跟施工的招标，到明年的3月，2020年的3月，就是可以完成施工单位的招标。到2021年的。 年底，那么我们就是具备可以具备那个通车的条件。看视频，上澎湃。